出来未？食到我伤济啊，做不完，加我加班啊。有法度啦，人家要求就是安尼，较拼咧，好无？好，大家辛苦啊。经理，这里面是美国零售商最近降价促销讯息，里面有要求我们部分分担的金额，请您过目。哎，又来了，这是这几个月来第三次接到的通知。既然知道产品不会卖那么多，当初为什么下那么多订单？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山工业执行副总王冠翔。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为大家介绍立山工业成功导入 CPFR 的经验。以往到了旺季，立山会为了赶工而到三更半夜，而这些产生过多的产品，又往往被客户要求要做降价促销。在成功导入 CPFR 之后，这样的状况不仅获得改善，同时也替立山创造出营收成长的佳绩。现在就让我来让大家介绍整个成功导入 CPFR 的过程。立山工业为国内工具机大厂，成立于民国62年，主要从事电动工具机、健身器材、开门器、气动工具等产品的研发、制造、行销与服务。立山企业的行销通路遍布全球，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此外，台湾与杭州分别设有生产基地，在全球运筹的布局上十分的完整。由于公司在市场行销与研发上的重视，加上企业体质的提升，立山在今天已经成为国内世界级的工具机大厂。以前立山的经营模式在于产品制造，也就是代工，慢慢逐渐的成长以及茁壮，立山培养了研发以及设计的能力，但是都仅止于产品提供。面对全球通路竞争以及东南亚低价商品的冲击，立山在经营策略上进行了某些程度的调整。我们决定不只成为产品的供应商，更成为多功能整合型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让客户不只得到高品质的产品，更得到高品质的服务。在导入 CPFR 的过程中，立山挑选了重要的客户 B 公司通路商作为伙伴。 B 公司在美国是相当知名的品牌通路商，其销售据点包括有专卖店与自营式商店等，商品内容有家电、电动工具机、运动器材以及服饰等日常用品，是立山主要的客户之一，而双方往来的金额也占了立山年销售总额相当大的比例。立山与 B 公司通路商之间的作业流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双方讨论促销活动形式力，产生销售预测；二、立山依据销售预测进行原物料的准备；三、通路商下单询问，立山回复传奇与可允诺订单量；四、立山生产完毕出货至通路商仓库，通路商再配货到店铺。立山与美国零售商经由刚才所说明的流程作业，其中有一些问题每年都困扰着立山和美国零售商。接着就是产能不平衡的状况，每次到了旺季，立山就必须靠着生产线的加班来符合客户的需求，但是一到淡季，生产线就必须减少，以符合立山对于成本上面的要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库存过多的问题，由于预测量与实际下单量的不一致，常常导致立山为了符合客户的需求，必须采购过多的原料，或者是生产过多的成品，而储藏在美国的仓库里面。在美国零售商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坪效过低。那为什么会造成坪效过低？最主要的话是有一些成品它闲置在货架上面太久，那造成零售商不必要的资金浪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预测的不准确，常常导致最终消费者到店里面买不到他所想要的东西，而造成销售上面的损失。因此透过不良效益逻辑关系图的分析，
找出不良效应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归纳结果后可以发现双方的核心问题为供给前置时间过长，以及通路商的预测准确率无法满足制造商要求。正当立山为了这些问题苦恼，大家商讨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突然回想到清华大学林泽孟教授曾经教授过的 CPFR。 最近台湾谈到所谓的协同商务，在谈协同商务的时候来讲，特别会提到所谓的 CPFR。 那么其实 CPFR 不是什么样子的电子商务平台，CPFR 应该是 VIX 这个组织在1998年所公布的一连串指导原则，所谓的 guideline。 那么 CPFR 的主要目标为增加买方跟卖方在需求预测和补货上面的正确性，以降低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变异，以使得需求的产品能够在正确的地方获得较高的服务水准，例如说是降低库存跟快速的产品流通。因此其精神是在于企业间透过有一定的共识的，那有共通有效的作业流程，所谓的 business process 来做彼此之间的合作，分享资讯，来消弭需求变异，那么以达成有效率的供应链体系。因此我们的 CPFR 主要的任务是促使交易伙伴透过流程的协同与分享的资讯来改善双方的合作关系，以消除买方跟卖方之间的问题。在导入任何方案之前，都需要一份蓝图，才能对导入的内容和步骤有通盘的了解。立山与 B 公司导入 CPFR 时，便依循着 VICS 所公布的 Roadmap 五大步骤作为导入 CPFR 的蓝图。这五大步骤分别是：步骤一，评估现况；步骤二，定义协同范围及目标；步骤三，准备进行协同合作；步骤四，执行；步骤五，绩效评估与未来方向。我们依据刚才所说的五大步骤实际导入 CPFR。 在步骤一，评估现况部分，立山先评估公司的需求策略以及与企业伙伴的关系。这个步骤的目的是要检查各个环节是否需要任何变动，才能使 CPFR 建制成功。在步骤二，定义协同范围及目标里，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分别为取得企业伙伴的承诺，指定小组成员以及他们的角色，选择要涵盖的产品和所在地点，以及需建立的主要绩效指标作为评估初步阶段成功与否的指标。接着是步骤三，准备进行协同合作的部分，双方会先讨论企业本身内部的流程以及彼此相互关联的流程，等到现行流程确定之后，专案小组就会加以研究，并依据 CPFR 九大步骤来拟定新的企业流程，同时确定这个流程所需的必要技术与其他人力资源，最后双方签署协同商务协议与协同商业计划书。紧接着就是步骤四的执行，那立山跟客户会根据之前所制定的新流程确实执行。那在这个时候，协同合作小组也开始进行所谓市场上面的资料的交换，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要修正预测值来因应市场快速变化的状况。立山在这个时候也会从中因为获得大量的市场资讯，然后来强化对于市场上面认知的能力。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会针对绩效评估与未来方向进行一连串的评估动作，小组成员和管理阶层会共同来检讨进度，然后评估绩效指标，来探讨各个绩效指标是否跟当初所设定的专案目标值符合。在导入 CPFR 之中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资讯技术所扮演的角色。透过资讯系统，能够让双方在进行新的作业流程时获得非常大的帮助。立山在选择导入系统时，采用共享式部署情境，也就是由第三方提供 CPFR 资讯平台系统，合作双方可以在该平台上进行 CPFR 相关协同的流程，并传递相关资讯，
其中包括库存资讯、销售预测、订单预测、零售端销售资讯等，以配合 CPFR 所需进行的作业流程。我们可以看到操作者正利用 CPFR 平台进行更新销售预测的作业，根据每项产品的类别、以往的销售资讯历史资料以及之前双方协同的促销事件等等资讯，操作者将未来的销售资讯传送到 CPFR 平台上，以便之后与 B 公司所做出来的销售预测进行协同。除此之外，也利用异常状况侦测，查看两份预测资料是否相同。如果差异太大的部分被侦测出来，就需要双方进行共同解决异常状况的协商。就像现在操作者正针对销售预测差异过大的异常状况进行修正，合作双方共同讨论差异过大的原因，并说明销售预测的数量是如何预估出来的，一起沟通并合作解决异常状况，使双方达成共识，借以了解对方的想法与考量点。拟评供应链上经常发生的资讯不透通的缺陷，而后续的订单预测、绩效评估等步骤，系统平台也提供双方进行 CPFR 流程的基础架构，借以达成 CPFR 的最佳成效。经由导入 CPFR， 立山企业在许多关键绩效的项目上都有所提升，例如库存周转率整体提升约10%左右，对积压在库存上的资金无疑是一大帮助。公司生产的过程也得以更加平顺，员工不必再为了无法预期的订单每天加班赶工。相对的， B 公司也降低了库存量，并且确实提供顾客真正所需要的产品，进而提高销售业绩。另外，无形的效益也创造了双赢的局面，像是 B 公司提升了客户服务水准，提供客户品质更好、更为实用的产品。立山除了加深与 B 公司的伙伴关系外，也从这次 CPFR 导入的专案中重新审视公司的作业流程，去除弊端加以改革，凝聚了公司员工的向心力。进步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立山一直谨记在心的一句话。下一步，立山将秉持着 CPFR 的精神，朝协同合作商务的更高层次来前进，希望带给立山更美好的未来以及愿景。